挖的时候，所以当你在接的时候，尽量，当我们技术好一点没关系，你就给他接。但是你要注意到，我先放前面，就是说你在接的时候，你可以刚好这样子，因为这边已经缝死了，他绝对跑不出来嘛。所以你跑这样没有关系，你不要跑太出来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布，如果遇到又更薄的布，你下面一看它会两层。哦，好，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。那如果不会的时候，通常我们都是这样接啦，我会这样接啦。接大块一点的，这样直接这样过去，你就挖这一块，嗯，这个部分。啊，挖完也是，就把剩下一样就剪掉。因为哈，你知道，像我之前有讲过，你看我们一般 Mona 的作品，它颜色很多层的，有没有？他们通常都不套棉，它就是做好了以后，比方它做一个袋子，它也不套棉哦，它就直接套一块那个布衬，先烫上去以后再一个内袋。他就因为他布很厚了啊，那么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们都不压线？没有，没有看，对不对？因为那布太厚了，他压线压不下去。那我们做的是因为 Mona 的。